家里的烤箱不要再闲着不用了，只需学会这个万能的油泼烧烤料，随时随地在家自己动手，味道相当的不错。一起来看看怎么操作。姜末、小米椒末，一袋烧烤料，多放点芝麻，搅拌均匀，浇热油激发出香味儿。加3克白糖，3克鸡精，5克麻辣鲜，5克的难得调味料，一品鲜酱油来10克，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即可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刷青菜类的，咱们可以多刷一些，但是刷腌制肉类的，一定要少放，因为本身它们就有咸淡了。这个料口味很适合大众，谢谢观看。